Hello, my name is Gao Bihong. I'm a teacher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. 大家好，我叫高碧红，是一名对外汉语教师。这是我的对外汉语证书。我做教师已经有两年了，有很好的耐心和与学生沟通的方法。在工作之余，我还很喜欢画画、书法、篮球、录音等等。因此，在我的课堂上，不会只教给学生书本上的内容，也会结合生活中有趣的事物，让他们在发现中学到知识。我也会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、年龄和喜好，去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。如果我的学生是一个小孩子，那么我会更多用图片、游戏的方式，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。如果我的学生有特别的喜好，那么我也会从他们的喜好出发，用他们喜欢的事物作为例子，来学习汉语有关的知识。因为我觉得喜欢才是学好一门语言最重要的一个步骤。我也会以与他们交朋友的方式，让他们可以敞开心扉，更好地接受这门语言，在交流中得到更充分的学习。如果您想跟我开启一段快乐的中文之旅，那么请来预订我的课程吧，谢谢。